瑶瑶没空过26岁生日。其实我在生日前有赶上打子宫颈疫苗这件事情，然后说26岁以前打就是效果会比较好。郭书瑶7月12号担任子宫颈癌卫教大使，现场宣导施打疫苗，主办单位提前听他庆生，不知道瑶瑶私下会怎么安排呢？我今年就直接跟大家讲说我庆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时间，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是种奢求。想要赶去那个新的剧，然后可能回去睡个觉，我凌晨4点要拍广告。娱乐的新闻，金阳听到还不快给女友马上记一下啊！报道。